量是多少？嗯，十四。氧的原子量是十六。嗯，氯的原子量什么？35.5。35.5，对吧？而且我们这含氯化合物里面这个，就上面它有很多氮什么等等的集团，它有几百。但是分子不管你原子量多大，它的体积都是这么小，是22.4升。我说摩尔，对吧？好了，你说这么重的东西，这个氯它出去，这个化合物出去，你这个消毒液出去，你拿个蓝墨水试一下，我啪啪一喷，这个液滴在天上飞还是掉下来？液滴是掉下来，它着落点是在下面，尤其越重它越下面，重的它没法挥发，它的蒸汽压很高。那我们现在新冠肺炎这个传播，我们吸什么？呼吸道。对吧？不是在皮肤里，是通过鼻腔里的黏膜我附着了，然后它这蛋白质怎么生长，它活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消灭你这消毒液，消灭死我脚下的毒品，它在静止状态，它就存着不下，它就附着在下面了，它不会杀它。那我是杀谁？而且这里很危害的是什么？那些宠物跟小孩，小孩子，好了，在下面，对，他们，所以我说大人，你们不纳了，是吧？而且他的，我就说他的蒸汽啊是很高，他挥发的很慢，而且一天要杀个五六次。好，对，这是一点。另外还有个，你们跟我说，你们会说我这东西降解了、挥发了，是吧？那如果这样，可能因为我通过。你们来搞消杀的人肯定是内行的，比我懂。我这个不懂，对吧？我觉得我没。那你们，我说他们，他们更不懂。我问过你，你听我讲就不会提出这个东西。那你听我讲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小时要杀四次，哦，要杀三次。对。那也就是说这些。毒物，他在那就是你看，20分钟里面，它就降解就无效了。金老师，我介绍一下，永春夺命刀可酷啊！你像那个导弹里面的沙林毒气，它就是研究这个的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他懂的，什么都懂的，是吧？听专家的话。居委会的。啊，不是现在业委会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也是搿能介样子，一年两次就是呢，国家一次呢是防范下来个队伍，一次呢是消失搿个鱼龙外围个搿个情况，因为呢现在确实呢居民还是有得外卖个，是考虑到各方面因素，所以做了搿次，还有只队伍呢实际专门消失鱼龙热销个，因为鱼龙热销现在是没物业个，搿是消失鱼龙热销。这什么逻辑啊？这什么逻辑啊？为什么要消失鱼龙23号啊？搿不能搿消失了？当然不要消失，当然要消失。阿拉啥情况要消失了？不要消失，阿拉不要消失。还没明白？阿拉不要消失呀！这是污染环境，哎，环境我来塞了，眼睛痛哦。阿拉眼睛不适宜了。你太不适宜了呀！眼睛不适宜了。我是忍无可忍，我们出来干嘛啊？真是。因为在实际上，郑兄，我再讲一点，我知道他这个消散要喷多少次，在密闭的环境里它有用。如果浙江房间有个病人，那我对浙江房间消杀，然后把门窗封闭。可以了，你现在在空气当中，它的浓度微乎其微，就是浪费啊，就是，对对，就是浪费，不仅仅是浪费，不是浪费啊，现在看上好以后，下了一场大雨，都跑到地下，雨水道，水资源的保护很重要，对呀，你在破坏水资，这是犯罪的，犯罪呀，就是犯罪呀，我就是说这个是犯罪，这个是对环境的，对吧？我就是，就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没犯罪啊，搞不清楚。他对这件事情搞不清、啊、搞不懂，所以我一直在说，听专家，我一直在说文化大革命后期，我在读研究生，那是我们学校处理三种人，有的人他是很单纯，他很听毛主席的话，很听什么，结果他是枪害的那些教授坐牢了。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些人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也说用脑，动动脑筋，用用脑筋，我这合法吗？你不要说是政策叫我做什么，但是事情是你做的，是的，我就说你是成人，所以很简单，你合法吗？就是问谁，很简单，啊。现在反正所以我就在跟我女儿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不要做这些你认为不该进来的领导，我们里面有牛，里面有羊，是吧？脑袋长在我的头上。谁是居委会？居委会是谁？这里你一个个讲，已经讲好了，已经讲好了，我好了。我有几件事情要问一下，我是这里住在28号的老居民20多年了，到今天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居委会的人出来进来。
你们在干嘛？你们有哪些需求？因为你是我们的代表，你跟我们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有哪些需求？你如果不知道，你必须得出来面对我们。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来讲，对不起，我没做好。对，所以现在该去做马上行动，我们不在这里吵架的。不是，你是我们选出来的民法227条，你是我们选出来的支持委员会，是替我们说话，保护我们的利益。你们有哪些需求？你们有哪些想法？你们有哪些关切点？是你代表我们去说的。如果你两手一摊，啊，知道，推这里推那里，那你就失职了。我们可以重新选，就那么简单。而你们如果天天在这里，不晓得我们里头发生什么事情。老是打官腔，那就不对的。对，我刚才在看那个视频，没有任何理由，起码在岗位。我另外的对就是我们这里无力气，我说点看法好吗？什么叫居委会工作？我也可以说很辛苦。他们把大门锁上。哪个大门？哪个？这个是这儿的。这是居委会，他是居委会。哎，居委主任在里边。这个是主任，这个穿白衣服的是主任，刚刚发的。那就把事情解决了，我们就散了嘛。我们不是来这里吵事儿吗？不是吵架，不是，我们就是来，我们是很。对，我们一直配合到现在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已经真的没有，是吧？吵架也好啊，解决呀、啊。来，我来帮你各自沟通。我们这边听不懂什么意思啊？